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秋天到了，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。我这辈子一共吃了也不到5次吧，都是跟着家里人吃的。今天有幸收到了一箱阳澄湖大闸蟹，上桌，连地地呀，还在吐泡泡，啊，都在吐泡泡。这种这个大的是公的，这种小的正母蟹，圆圆的肚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。去做，让自己泡会儿。真的杀生，听他们几个在那叫。那你还吃？哎，你咋反着放？生了蟹放六处。哎呀，晚上就简单吃点。走。哎呀，晚饭就简单吃点吧。哇哇，这蟹黄都出来了，能吃点吗？好香啊，好大的蟹，比我的拳头都大。母蟹的蟹黄比较多。哇，哇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好香。哇，这个蟹黄整的好多呀。鸭蛋黄味呀，好香，好好吃呀！这抓子都给你溜的哈，咬的恶心死了，我再不吃。还有肉好不好？那你自己吃吧。对比一下公蟹和母蟹的蟹黄，这个是公蟹，这蟹黄也很多，还是母蟹的蟹黄多。哇，好大一块！哇，这公蟹的蟹黄我感觉不输那种母蟹。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香呀。你咋又戴上墨镜？我不能露脸的，我要10万订阅量才能露。不恶心。你学那个老娘们儿。雪山只成了个大。我就是，你把你的蟹黄每个都这么大。哦耶耶耶。吃螃蟹就要吃原汁原味的，好多人喜欢就是蘸酱，不过我们都是吃原汁原味的。鲜，扑个屁！我感觉好费劲啊，我还不如用鸭腰了。就像他这样用鸭腰，那就是克劳的喉咙。吃克劳吃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？化学反应就是好快乐的化学反应。这都啃洒了，这一个还没弄出来。我决定把我珍藏多年的好酒拿出来，配上这高贵的食材。半杯半杯，满上满上满上。那给我来点应用，你凭啥你现在来那么多给我这点儿？你贱。我一点都不贱。这酒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哈，有点气泡了，醒醒。看不出来。入口柔，一嵌喉。为啥就吃个螃蟹吃出来一桌子东西？老师，他下秘密。